诊治经验，让你受用一辈子。01正常脉象，阳脉寸应大于阴脉尺，男人阴气脉又大于血脉左，女子相反。02肝病的人最怕大小便不出。03心火要下达必须靠肺水支柱，若肺功能不佳且心火不足，则热会反逆，肺水会无法下降而从汗出。04金铃子、盐胡索合用治胁痛。05肝是血脏，要活血化瘀用白芍、茜草。06想让病人蜕皮就用蝉蜕，蝉蜕除脂养外，还可以让新皮取代旧皮。07肝脏就像过滤器，可以过滤人体毒素。病人只要有睡好、吃好、拉好，则表示一切都好，最好不要再到医院去做是否有癌细存在包检验，以免再度打开潘朵拉的黑盒子。08要多运动以刺激阳的生长，多出汗。09泡附子能护心阳，但当里寒盛要用生附将里寒去掉。发生心脏衰竭时要用生附子才有效。10女子停经后一定要保持大便一天1至2次。11手掌皮干脱落，射护腺癌患者常有此症状，失约若治到此人手掌皮肤湿润，则代表病好了。12治脑瘤常用麝香矾石散喷鼻，因脑与鼻相通，此散喷鼻可以把脑部积水排出。13女人脚肿并不会要人命，若是男人脚肿命在旦夕，所谓男怕穿靴，女怕戴帽。14任何症状一过性的问题都不太大，持续性的一定小心。15里寒就是心脏搏动力量不够，心脏产生的热不够，心火不够。此里寒不除则病因不除，女人会的乳癌也就是因为如此，就是因为心脏的搏动力量不够，所以奶水才无法完全的下达子宫成为月经排出来，如此淤积日久才会造成乳癌的。当心火足，小肠温度增加，月经自然会正常，而子宫里的淤积就会通通的排出来。16乳癌，所有能制造或分泌乳汁的食物均应忌用，勿吃肉类，肉类多含类固醇或荷尔蒙，会拉稀奶水分泌，奶制品及人工糖制品均勿食，多食素食蔬果类。17心脏管月经，月经第一天头痛一般偏于血虚的，开补血的药会慢慢减轻。生理期会反胃，胃比较寒，生理期前要靠肠胃的阳吸收食物转换成能量及奶水，所以肠胃工作就加倍，就会有反胃的情形。18绕脐痛无屁事为大便堵在大肠，大肠气汤症。19汗出表需用泡附子、泡附子生黄芪，若无汗里寒则用生附子。20防挤入三焦，猪苓立下焦水。21麻黄附子细辛汤，细辛温下焦阳，小肠温度一上升，气化大肠中津液至肺，麻黄再将其宣发至表，泡附子同时固表，三药合并令肺阳回头，阳一回来精神就好了。22素食肝胆肾利属阳，肉类属阴。23酸枣仁让血回到肝。24恶而不可是虚热，恶而可是实热用石膏。25不要食用苏打水、冰淇淋、咖啡、甜点等任何人工白糖食物，容易产生胃酸，容易坏牙掉发，容易造成胰腺癌。乳癌本在阳胃，若动了手术会跑到阴，则愈来愈难治。26指甲裂因为肝气滑在长，开清肝的药会好，一般来说肝有类积毒素指甲就会容易裂。27口臭、嘴唇干，不一定是胃热，肠胃太寒也会这样。28血不够要怀孕很难。29双耳耳鸣是肾虚，单耳有可能是擤鼻涕造成的。30有个病人少阳头痛盗汗，睡好大便进来下痢，口渴喜室温，胃口好，身体冷，手足皆冷，舌淡红白，脉环有力。泥湿处小柴胡汤加生龙骨、生牡蛎、川芎、钩藤、白附子、白僵蚕。二诊速盗汗除，头痛减轻许多。31白虎汤可用治重消。32右脉大于左脉，一般来说是月经来气大于血，而怀孕时是血大于气，也就是左脉大于右脉。33包宫疾病可通过按压三阴交穴判断病情。桂枝茯苓丸能消除子宫肌瘤。
34. 反映太阳状态的两个症状是感冒与汗出。太阳最主要就是心脏功能，所以每天多运动，适当微微汗，以锻炼心脏功能。心脏功能弱，病人即不易出汗，边者暗。临床所见，心脏病患者多动则汗出，所以汗出异常皆是心脏病见证。35. 四肢手足灼热红赤，可能为寒极生热、阳不入阴之四逆症。若患者又从不汗出，知心脏有问题，胃少阴病，当用四逆汤生附子。少阴的问题解除之后，可能会出现太阳的症状，合理时机使用麻黄汤、桂枝汤、葛根汤等。36. 大黄片可治头面热、眼睛红肿。37. 当归益具有抗焦虑的作用。38. 乳癌的病源来自心脏，因心脏力量弱，奶水无法正常下行至子宫化为月经，长期累积于胸部，未排尽的奶水便容易造成乳癌。另外，女子停经并不代表停止制造奶水，停经后多余奶水只有大肠这一条排出途径。忧伤肺，肺被伤，奶水难以从肺进入乳房，而且容易使乳癌转移为肺癌，所以要开心。39. 生附为阳药，用于心阳不足、心脏衰弱时，一般剂量3钱，急救时可用至5钱。40. 泡附用于表虚、收表阳。贵附八味丸内即用泡附子，因为下焦的阳不够时，此药可以补肾。下焦的阳源头来自心阳，心阳在，但下焦较为寒湿时则用泡附子。41. 玄附花，代赭石，治疗恶逆、反酸，理论来源于《伤寒论》。伤寒发汗，若吐若下，解后心下脾硬，衣气不除者，玄附代赭伤主之。42. 抽烟多，黄稠痰，理论来源于《金匮要略》。咳逆上气，时时唾浊，但坐不得眠，皂荚丸主之。皂荚丸方：皂荚8两，刮去皮，用苏制上一味，末汁蜜丸五子大，以枣糕和汤服3碗，日3夜一副。43. 胃口不开，中药有陈皮，穴位有足3里。44. 胃寒用吴茱萸，肺寒用干姜。45. 肾阳不足治水饮灵心，使心跳加快，需用炙甘草，但水肿病人忌之。46. 麻黄无桂枝的时候，是作用在肺上面，有了桂枝方可走表，将皮肤打开。47. 防己，茯苓区3浇水。48. 细心加乌药治下焦虚寒造成的尿频症状，适当时机配合真武汤、五苓散、猪苓汤、四逆散、当归贝母苦参丸、桂枝茯苓丸、肾气丸、瓜蒌瞿麦丸等。49. 牡蛎加滑石去膀胱结石，配合金钱草、郁金、鸡内金等。50. 前列腺炎见于性活动频繁的中青年男性，而前列腺增生见于中老年人。51. 便秘多日不行却无不适感，为寒食便秘，用大黄附子细心汤。52. 湿热痔疮用赤小豆当归散。53. 对女人而言，脚凉就是子宫凉，脚热就是子宫热。